继承了战锤 Vermintide 系列爽快的动作体验，将舞台换到了 40K 的战锤 40K 黑潮，也在2022夏季游戏节中推出了新的预告影片。这是一款超爽快的第一人称动作游戏，我们要扮演特工小队的成员，前往调查一颗星球上的混沌势力。影片中展示了四名角色各具特色的屠杀方式，有着以往爽快的砍杀、招架等动作乐趣之外，还展示了动力锤、炼具剑以及激光枪等各式各样 40K 风格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解谜和终结画面。利用灵能能够直接捏爆混沌士兵的脑袋，感觉真的是爽到不行啊！战锤 40K 黑潮预计9月14日正式上架，到时候让我们一起砍爆那些混沌吧！